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橙子乐园。今天要来看看出了哪些最新的奥特曼盒玩。万代出了最新的特利迦奥特曼盒玩，是怪兽的超越之钥，这里面有六个怪兽。先来看看这个是什么怪兽，赶紧打开来看看。这一次的超越之钥是黑色的，哎，那你们认出来了吗？那它本身不会发声，要插到胜利神光棒里面才能发声，来听一下。能听出来是哪一只怪兽的攻击吗？要来召唤了。哦，原来是古代怪兽哥莫拉。你们知道它的贝利亚融合兽叫什么吗？接下来又来开第二个盒玩，会是什么经典怪兽呢？这个怪兽是17号怪兽，来用神光棒把它召唤出来。灭霸的叫声也很特别呢。那你们知道灭霸和戈尔赞融合成了什么怪兽吗？接下来要来开第三盒了，好期待啊，会是什么怪兽呢？这个是12号，会发出火焰攻击呢。那这个是胶囊怪兽乌英达姆。最后要来开剩下的三盒，有雷电怪兽艾雷王。第二个是什么怪兽呢？你们知道吗？第三个是分身宇宙人拔坦。那你们知道艾雷王的贝利亚融合兽叫什么吗？巴坦星人的必杀技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好啦，这一期给大家介绍了第一弹的超越之钥怪兽版，一共有六只怪兽呢，这里面都是非常经典的奥特曼怪兽，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？下一次又给大家介绍第二弹，第二弹里面也有非常经典的奥特曼怪兽呢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